好、哦，不要是硬硬的地板，好、哦，只要你躺上去是舒服的就行了。好、哦，那我们今天要先从趴着开始做肌力训练。好、哦，怎么样躺着趴着也可以做呢？好、哦，不是很偷懒的做法哦，然后是有点训练量的。来，把你的身体往下。好、哦，准备好了，赶快跟我一起动哦。来，然后手肘撑地。好，来把你的屁股往下压，膝盖再放远一点点，好、哦，一点点远就好了。好，来把你的右脚和左脚离开地面，膝盖背打直。我们这个动作叫棒式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做过这个动作？来，脚尖往前推，往后拉，往前推，肚子要收紧哦，哈、哦，这是练核心一个很好的动作。眼睛平视，如果你已经知道动作要怎么做，你就不要再看老师了哈，自己做。再来，很好。最后一个，停住。好，来后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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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，停住。前后前，屁股也被压低呢。后前后，最后一次，前后。前方很好，来膝盖放下，来把你的臀部往后伸展，向你的背部调整一下呼吸。好，来慢慢往前，手肘撑。我们再一次，膝盖离开，这一次不一样，右脚往外，左脚往外，右脚，左脚，眼睛一样平视地板，看着两只手就行了，肚子一样压低。保持自然呼吸，有一点点动作不一样。来，右脚膝盖往外，还是右脚，还是右脚，很好。再来，加油！三、二、一，换左边。八、七、六，肚子收紧哦，保持呼吸。四、三。二，很好，来，膝盖慢慢放下来，臀部再度后坐，再趴着一下。哦，有点点累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这次我们要全趴哦，把你的身体慢慢的往地板上放。好，来，右手往前拉，好，慢慢回到胸前，左手往前拉，放到胸前，右手放胸前。左手，好，来加上脚，右手就左脚抬起来，好，慢慢放回来，左手就右脚抬起来，好，慢慢放回来，抬脚，大腿离开，膝盖不弯曲，好，尽量伸直，让你整个大腿离开地面哦，好，不是这样子哦，老师做错误示范，不是这样哦，这样太轻松了，大腿要离开，很好，你跟上节奏了吗？右手左脚。很好，左手右脚，来要加哦，右手左脚，然后打开，投进来，再放下来，左手右脚，打开，投进来，再放下来，右手左脚，打开，合进来，再打开，再合进来。再打开最后一次，合进来，慢慢放下来，换左手右脚，离开，打开，合进来，再打开，再合进来，第三次对不对？回来，放下右手左脚再一次，离开，打开，合进来，打开。合进来，第三次，很好，放下来，换左手右脚离开，打开，合进来，打开，合进来，最后一次，很好，好，来慢慢放下来，来双手插口袋，插口袋，把你骨盆放在手下面，把右脚离开，好，放下来。左脚离开，放下来，右脚放下来，来左脚连续八个够，八放下，七放下，六五四
三二，很好，换右脚八个给我来，八七，哇，趴着也能做运动哎，而且蛮累的哦，加油，你要趴下来自己试一试，这是练髋关节还有下背的动作。好，来，左脚再八个给我来，八，说七，说六，你没有声音，老师没听到，再四个，四，三，二，很好，五，下背有点酸，换边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非常好，四，三，二，好，来，双手抽出来，放在脸前方，有没有游过泳？我们要游蛙式的手来伸一下，手往前后，然后再回来，往后，胸口再拉高，再回来，来八个，来八，回来，很好，七，胸口拉高，回来，很好，六，保持呼吸，不要憋气哦。五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跟着老师说四，四，很好，数出来，三，我才知道你没有在憋气哦。二，很好，最后一个有点挑战，停在上面一，但是不憋气，保持呼吸，手向下拍动，上下下上，很好。哦，你也感觉在这边你的背小的肌群也在运动。最后四个，四、三、二，好，放松。五，来，把你的手撑胸口。好，现在把左手穿过来，我们要仰躺哦。好，把你的面朝上，胸口朝天花板。好，来，我们动动髋关节，右脚离开，放下来，左脚离开，很好。来，右脚离开，很好。左脚离开，手贴好哦，很好。来，右脚靠近我的这只脚，抬高，往外打开，好，往下，回到中间，再一次抬高，往外打开，回来，很好。我们要做一个跨越，一、二、三，回来，二、二、三、三。很好，四、二，来换边，换边，换边，抬高，打开，回来。我们仰躺只有一个动作而已，就是腹部的训练，很简单，好，但是很累。好，来，我们画圆，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二、三，很好，三。二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很好。来，我们要把脚踩地，来，手往上，去摸天花板的感觉，好，慢慢放下来，一节一节的放下来，再次往上，不是仰卧起坐，手要尽量往上延伸，好，慢慢放下，感觉你的横膈膜靠近天花板，延伸出去，好，慢慢放下来，好，最后一个往上。加油！好，你在这里，双手交握，来八个滑动，来开始，来八、七、六，我们最后八个，加油！四、三、二，停住，很好，来慢慢放松。哦，把你的臀部往上推，伸展一下。今天的躺着趴着的记忆训练还好吗？你还喜欢这样的课程吗？好，我们之后要多运动哦。那我们现在告一段落了。好，现在把臀部慢慢放下，脚再放松。好，来，双手往上吸气，吐气。